今天是富人的心态还是穷人的心态，这很重要的，就是说你这个心态到底是什么的，你不舍肯定是不得的啊。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彩票堆儿，那么多人买这号买那号买那号，哎呀，我遇一个人更有意思，买很多号，每次花10块20块钱买号，买几年也没中奖。他秦老师啊，我天天烧高香啊，念经啊，好像不灵。我怎么不灵了？什么事儿呀？他我每次去这个彩票那个地方买中奖的号，买完以后呢，我还压在佛堂，给佛把香又一烧，开始在底下就开始念，我求我发财吧，求我中个500万吧。他说我求了几年呀，香也没少烧，头也没少磕，彩票也没少买，可是连个5块钱都没中啊，我就想不通啊。我甚至还在想着，这佛菩萨晚上给我托个梦，说一组号码，我给他记录了，也中一个嘛。他说我为什么就中不了啊？我说啊，求啊，不在正道求，是为偏。我说你不遭雷击呀，佛菩萨都对你很慈悲了。那你像你这么一说，你求中500万呢？那这么一说的话，全中国人什么都别干了，在家里烧香求吧，佛菩萨给我送个冰箱吧，佛菩萨给我送个，哎，电视机吧，佛菩萨把我还带孩子送到大学去吧，那社会都没规矩了，人不乱套了，再加上呢，佛菩萨不是变成贪官污吏了？贪官污吏你还要给塞个几万，你烧几根破香供点烂水果求一大堆。我要是佛都被你吓跑了，是不是受不起你那点香，你烧完了是不是转身走了，把佛在里面都乌烟瘴气的，你还求发财呢？这叫心不正啊。啊，我最后给他讲了，我说钱我们都知道四个角，人是两条腿，钱是四条腿啊，人追钱难，钱追人易啊。我最后又改了一句，我说钱是16条腿。好，这16条腿是有意思的，这16条腿里面包括了你的善思、善行、善念、善心啊，还包括了你要孝亲啊、宗师啊，去舅舅家、去姨家、去表兄家、去堂弟家，哎，还要去姑姑家。就是你除了你的善思维以外，你还要把你的六亲都要走动啊。我记得我讲那个上层环境学的时间讲过12步大运，其中有4步是没讲的，就是我们的思想运、心态运、行为运啊，和我们的哎这个积德运，它是不一样的。我甚至还讲到了5官运，你眼睛的运就是笑，耳朵的运就是听圣贤教诲，嘴巴的运就是说柔和言语。哎，可是我们现在人呢，眼睛恶视，耳朵听是非，嘴巴说话尖酸刻薄，说是倒非，完全把运破坏了，没有一处是发财的，你怎么能发财啊？老天怎么保佑你啊？是不是？老天不可能说我保佑这个爱说是非的让他发财吧，保佑这个眼睛爱斜视的给他发财吧，保佑这个天天都是亏笑的让他发财吧，保佑这个六亲不认的让他发财吧，那老天不是瞎眼了吗？是不是？求自己呀，变成一个好人，眼睛慈眉善目，耳朵听圣贤教诲，嘴巴说柔和治愈，行为端正，心存善念呀，啊，孝亲宗师啊，厚爱六亲啊，保持自己变一个好人，那你这16步运就全部都积到了，那这样这钱就是16条腿追你啊，那最后钱就把你包了。你看我遇人家那个才哎07年，我不知道75年07年时间多大年龄，人家就挣400亿啊，人家也是人啊。我遇到80后的，人家上市公司就2-3家呀，是不是？人家也是人，为什么能挣那么多钱呀？你看看人家的德，你看看人家的行，你看看人家的修，人家还没有信过佛，没有烧过香啊，人家是合法经营，照章纳税，对所有亲戚从来没有看不起，对所有员工厚爱有加呀。啊，
就我和人家年龄一样，人家早晚见你都是老是长老是短呀，那尊敬的不得了啊。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发财了，他没出轨呀，在他的正轨上走路呢，知道做子之德，做夫之德，做，哎，功名之德，做老板之德，他哪个德都没缺呀。我们今天说话缺德，眼睛看人缺德，耳朵听话缺德，我们哪儿都缺了，一缺16步全断掉了。我们想想，你怎么发财？我想不通怎么发财。那，我们财从哪里来？那这个还不是秦钟馗创造的，是道教的财神记上讲的，财神爷爷是头戴金来身穿银。怀里抱的聚宝盆，有财专使有德人啊！你没德，他不给你不识财呀、啊，没办法，你烧香再多，烧纸再多没用。这是经典上做的依据啊，我只是把它细化的给大家讲出来了。来，这是我们大家要明白这一块，就给我们讲到，穷人和富人都是自己设计。你今天为什么是穷人？自己设计的，与上帝没关系，与佛菩萨没关系，与财神也没关系，与你自己有关系。你今天之所以当富人，富有富的道，穷有穷的方啊！啊，就像古人讲的，天堂有路你不来，地狱无门你偏进来。啊，天堂你不去，地狱你非要钻进来，没办法，天堂有路你不行，啊，地狱无门你偏进来。那这个都是告诉我们自己，你是什么样的人。我们今天学习圣贤教诲，你今天听我讲的课，你要明白，我们要由贱转贵，由穷转富，由恶转善，啊、哦，由坏命转好命。你这5天听完以后，你要大变活人啊！啊，我学完以后3个月把命才改了的，那真是3个月都没下楼。我自己反思我自己错在哪里，行为上错在哪里。拿笔全部写出来，心错在哪里，行为上错在哪里，把哪一块缺点我都一点一点给它挖出来。从今以后再不许犯，思中不起丝毫之恶，心中不起丝毫之恨。行为，哎，不合符合理的，不符合道的，不符合法的，坚决不做。啊，我自己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约束我自己了，谁请我吃饭，我都是问你。公款还是私款？公款我不吃，咱俩是私交；公车我不坐，咱俩是私交。我不占你这便宜的，剩下饭打包拿走。为什么呀？你请我吃饭，爱面子点一大堆，是不是？你爱面子，我不爱面子呀。你打包拿回去吃，你别给我，你给我我们家没人吃，还嫌剩饭呢。我这人很直的，要不然你就别请我。你来我们家，我还给你免费喝水，还给你泡好茶呢。就是这样，我这人这么多年都保持这种习惯，啊，要不我让别人说呀，秦老师你这还一天还有公交车卡呢，我说我会飞呀、啊，我不坐公交车啊，我地铁卡、公交车卡，我那个时间全有，是不是还托人给我办个地铁卡，便宜嘛，反正天天坐地铁上班，最后地铁卡北京取消了，啊，我那个变成公交车卡，我从来都是这样，一定做自己本分的事情。不求非分之念，非分之想，一定对自己啊要下功夫啊，那、啊、一定要下功夫啊。光我在北京，我也告诉大家了，那过去在市里的时间，包括现在来通州都是这样。那朋友有时候头挤破了，想把你见一见，那简直是想方设法呀，那都托我们当地的领导，哎呀，这个托我们家亲戚。我最后没办法，我给大家讲，我真不用见我。我最后没办法，每月就放一次生，大家把我见一见。我就告诉大家，我见我没用啊，见我不如听我讲的去落实。你见了我，你还是那样，你不改我也没办法，是不是？我说我跟前有几个学生，那简直都跟我学10年了，那还老样啊。有几个有改变，确实有改变，人家也确实很好。可是有几个那简直是，哎呀，就为了遇见我睡得更舒服。就是不愿意醒，哎呀，那你没办法，一天鞭策都没用，敲打都没用啊，那把你着急的，你还拿他没脾气，
啊，你说不善良，挺善良，经常性做慈善，给你捐款，要做这，要做那，就是自己不修行，不落实，不学习，啊，不改变，什么用都没有啊！啊，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的事情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话：上等风水在自己身上，常落实常笑，笑容不断，改变命运在自己。常效仿圣贤好人，改变自己恶习，利益大家。做人最怕缺德，没有福报，而常孝顺父母就是补德积福，长寿之法。孝得财，孝得禄，孝得寿，财禄寿都能靠自己改变。此理应广为传播，功德无量。你看这一块给我们总结了，三孝能改变你的人生。啊，三孝啊，第一是什么呀？微笑，代表五官面貌的，代表脑袋思想的。我们要给别人来一个什么呀？微笑，阳光灿烂呀。第二是什么呀？效仿古圣先贤，为古圣先贤继绝学。第三个，孝敬父母，这是内德。前两个，一个是充电的，向古圣先贤学习就是充电的呀。微笑就是社交，与人如何交往。跟所有人不结怨，啊，要不我经常就说，我讲的改变风水命运的方法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三孝人生。你今天要是懂得了、明白了，你这一生就到死的时间，我告诉你，你都是含笑而终啊！啊，你要是不照这个方法去做，我告诉你，人生三忙人生。啊，三忙也很简单，第一个忙，竖心旁一个王。忙着找死，啊，说我忙得很，我忙得要死。你看他自己说都这么说了。第二个是盲目的盲，上面是个王，底下是个墓。中年的时间，穷的剩下一堆钱，拿钱买快乐干什么？找小姐，叫一大堆哥们儿陪吃喝、嫖娼的，哎，天天是夜生活非常丰富。一旦倒霉来，他才发现，没有一个是哥们儿呀。没有一个是朋友啊，没有一个是真人啊，还落得个自己，甚至那些人还怕你倒霉了向他借钱呢，都不愿意跟你来往了。啊，要不我说，以钱与人交者，钱尽则亡；以权为人交者，权尽也则亡了。只有以德与人交者，德厚情义广长啊。这是我们要明白的。你那个谁还盲目了？你盲目什么呀？父母没尽孝，身体已经不好了，甚至去世了，子女已经大了，过了教育最佳时期，孩子已经很叛逆，不听你话了。你到老来的时间，你茫然了。这个茫是什么呀？草字头三点水一个王。啊，我对这个字的解说是一辈子草包。三点水代表的财不富，一辈子草包，光会挣钱找死，啊，最后弄一堆钱，子女为夺你的钱，把你怎么办？送到敬老院，什么王总、李总的，最后变成33号、55号、66号，让你在敬老院里面坐吃等死。我听说现在五星级敬老院更先进啊，你到死的时间一火化，留个骨灰盒给你放着，等你儿女来接走就行了，全程服务。啊，你到死连你孩子都见不了。啊，你在那里面坐吃等死，为什么呀？一说55号死了，今天火化呢，66号瘫痪了，33号要抢救呢，你在里面天天听的是什么？哀讯，悲哀的哀，哀讯，你就会沉思，我这一辈子三忙找死，第一忙着找死，第二盲目，第三茫然。你要照我说的人生三孝，我告诉你，这辈子就孝到死了。那高兴得很，幸福得不得了啊！啊，你就是这样啊，是不是？第一微笑，和所有人都不结怨，都是贵人；第二效仿圣贤，是不是？学习孔子、孟子，佛教学习佛菩萨，学习道教的神，学习老子。我们不断的充电自己的德，日进过日少啊！那你真是越老越值钱呀，越老被人越尊敬啊，精神非常丰富。所有人都要向你请教，啊，老而有用，老而有才呀，而不是老而无用啊！你这一生，我告诉你，孝孝孝，
孝到底了。孝敬父母是护自己的根，报其之恩。效仿圣贤是给自己充电，因为现在社会不是取长补短的社会了。取长补短，你和正常人才一样，你要取众人之长，才能长于众人。一定是这样。成功两种方法，一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比巨人更高，一种栽跟头，栽大跟头，栽更大的跟头。关键你还能不能爬起来，这很难说。所以以史为鉴，古人给我们总结了很多经验，我们照着古人走的一个康庄大道努力改正去做，你人生就非常的快乐的。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福禄寿的秘密啊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哎呀，长寿之法呀，就是孝顺父母啊，是不是？你孝顺你的父母啊。孝得财呀，微孝得财，人脉大于财脉，你能聚集很多人气。第三呢，效仿得禄啊，是不是？福禄的禄啊，效仿所有圣贤，学他的长处啊、哦，了不得呀。过去的孔子、孟子，我们可以说是通家，任何学问道德他都懂得，所以大家成为圣人。最后孔子以下、孟子以下出现了百家齐名，什么墨子啊、苟子啊、张载啊、程颐、程颢啊，他们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封了个支，变成专科了。就像我们现在过去老中医厉不厉害，什么病都能看，全科。现在封什么肝病科、肾脏科、肺科，什么现在还封个什么康复科、骨科，封的也太细了。一个人啊，那简直封了各个科目，你要挂很多号才能去，把全身才检查一遍，感觉好像细化了。但是呢，哎呀，我们就觉得人被扒了一层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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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样。非常悲哀的。要不孔子孟子那真是全才呀、啊、啊，你看我们的孔子孟子那简直是真是大家呀。最后的学者你看他都是偏重一块啊，没有这个彻彻底底的这种哎给通家给做完。所以说孔老夫子成为万世师表啊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孟子成为雅圣，这个是了不得的事情。那这一段话也是告诉我们，上等风水在自己身上，你今天的命运自己掌握。